柔被盛楚怒吓了一跳，言子方见有外人便走了。盛楚怒赶紧解释自己是在关心，傅柔半信半疑，也不与他争辩，转头回了院子。盛楚怒拿出鲜花送给傅柔，但傅柔却说鲜花离了枝头就会很快凋零，没有接受盛楚怒的花，还让盛楚怒以后关心离自己的院子远一点。盛楚怒吃了个闭门羹也并不气馁，信誓旦旦地觉得傅柔迟早落到自己手里。第二天，傅柔正在绣房忙着，傅柔父亲派人请他去花园赴宴，盛楚怒也一心盼着傅柔来，等傅柔来了便赶在傅柔面前献殷勤。不一会，傅君和丈夫徐幼童也来了。徐幼童是广知县的县令，他给盛楚怒和傅柔父亲行了礼便入座了。盛楚怒问傅柔喜欢什么样的人，傅柔还未回答，傅涛便说傅柔喜欢什么样的人说不准，但傅柔最讨厌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。盛楚怒则厚着脸皮说自己也最讨厌纨绔子弟。盛楚怒又为了在傅柔面前显摆，便在众人面前舞剑，众人纷纷赞叹，但傅涛却不屑一顾，说盛楚怒徒有其表，自己都可以打过盛楚怒，说着便要和盛楚怒比试。盛楚怒昨天看到傅涛被傅柔打的样子，便自信满满的觉得自己可以打过傅涛，结果没过两招，盛楚怒就被傅涛打倒在的，当众出了丑。盛楚怒吃了亏，心里对傅涛十分不满，想着要好好的收拾傅涛。三夫人要傅涛给盛楚怒赔罪，盛楚怒本不想放过傅涛，但他见傅柔朝这边走来，便马上翻脸扶起傅涛，还说自己不会仗势欺人，甚至要向傅涛讨教如何出拳。傅柔在门外听了盛楚怒的话，不知道这是他为了讨好自己故意说的，还真的对盛楚怒有所改观，以为他十分大度。陆云己因平叛有功被封为蔡国公，陆琪也因立下战功被封为将军。皇帝在宫里设宴招待群臣，盛萧竟有些不服气陆云己被封为国公，但陆云己却提起纨绔子弟盛楚怒，这下戳了盛萧竟的痛处，让盛萧竟无言以对。皇帝安抚了盛萧竟几句，盛萧竟却突然为了盛楚怒求娶新南公主。皇帝知道盛楚怒的纨绔，不愿意将女儿嫁给盛楚怒，便转移了话题，让盛萧竟不要再提。这边盛楚怒还在广州费尽心思的讨好傅柔，傅英和傅柔来找盛楚怒讨教书法，盛楚怒迟迟不肯下笔，还借口手脏了去洗手，傅柔便以为盛楚怒的书法和武功一样都是假的。盛楚怒在门外听了这话有些不服气，便回来坐下写了自强不息四个字。傅柔见状有些自责，以为是自己太武断误会了盛楚怒，但其实盛楚怒也就只有这四个字拿得出手。蒙混过关后，傅涛突然拿着本兵书路过，还向盛楚怒请教。盛楚怒摆出一副行家的样子指点了几句，还让傅涛先学孙子兵法再学其他的。傅涛便问他能不能教教自己，傅柔也在一旁恳求，盛楚怒自然是不能拒绝，但他趁机提出条件，首先要傅柔改口叫自己名字，不准再叫盛大郎君。傅柔答应了，而第二个条件就是要亲傅柔一下。盛楚怒一下子把自己心里话说了出来，傅柔有些诧异，但一旁的君会赶紧解释说盛楚怒的意思是要给傅柔好吃的点心，这才蒙混过去。
盛楚怒便要傅柔亲手给自己绣一个香囊。盛楚怒答应了傅柔要教傅涛兵法，但他对兵法一窍不通，没法教傅涛，杜宁便给他出主意，说盛楚怒的舅舅牛无敌就在附近，而牛无敌就是精通兵法之人，为了傅柔，盛楚怒只能去找了牛无敌求助。尽管牛无敌知道盛楚怒学兵法是为了女人，但牛无敌早就想把自己一生的兵法传给盛楚怒，这下盛楚怒自己送上门来，他自然是不会放过盛楚怒。抓到盛楚怒，牛无敌就对他进行了魔鬼训练，训练下来牛无敌才发现，虽然盛楚怒从小不学无术，但却是天赋异禀，没训多久，盛楚怒就将孙子兵法倒背如流，还能倒吊着射中绑在柱子上的绳索。盛楚怒训练的日子里，傅柔已经将香囊绣得差不多了，还把傅家的账本重新拿了回来。盛楚怒被训练了一阵子，一心想要闯关回去，好不容易过了关，盛楚怒赶紧带着军会离开，回到了傅家。傅柔得知盛楚怒回来，便赶紧让人把香囊和针线拿来，他要赶紧把香囊绣好给盛楚怒。盛楚怒就坐在傅柔院子前教授傅涛兵法。傅涛见盛楚怒魂不守舍，便安慰他说这几天傅柔一直等着盛楚怒，说明他对盛楚怒还是有点意思的。